作品非常超强的霸王龙战队，让我们欢迎他们。这个霸王龙队是经过20多几个人，然后筛选12轮之后留下我们7个精英，然后今天来就是要挑战一切动物队，吃掉他们，干掉他们。我们霸王龙队是所有队伍中最牛的。今天怎么还带了一块脸呢？吸管要给谁？霸王队，你们应战吧。我什么什么，我记错了吗？绵羊队应战。那如果想要最终到我们的最后一关挑战大部恐龙队的话，那么首先要战胜我们的绵羊队才能拿到这张入场券。大家有信心吗？有。让我们展示一下这块匾上面到底写的是什么。大声一点喊出来匾上面的名字。荣耀帝王。首先，这支队伍要来迎战的是我们的绵羊战队。好，看着这个造型就知道是有来头的。双方队员请准备，我们现在魔性开药。好，大家知道在这座桥上我们的小绵羊们实力一样非常的厉害。汪汪汪汪汪。遇到对手了，遇到对手了。久违没有见到乔如此高频率的摇摆了。整齐的步伐，双方队员现在看上去非常轻松，没有什么大问题。他们看起来现在一起跳舞。哎，绵羊队全部 hold 住。这应该是史上最整齐的一次摇桥了吧。如果60秒他们可以全员在桥上，就可以继续 PK 我们的恐龙战队。好，时间还有10秒。恭喜两支队伍。接下来我们白色的霸王龙战队继续留在桥上来迎接马上要来到的恐龙战队。我们绵羊队刚刚经历了突如其来的这一轮 PK 和应战之后，现在的感觉怎么样？就是站在桥上摇的时候，就听到自己的心跳声了。这么夸张？那你们对这一轮的这种超强终极 PK 有怎样的期待？你们觉得哪边会赢？肯定是我们的恐龙队啊！要不要给恐龙队加个油？两支队伍也已经跃跃欲试了。在这期节目中，如果是恐龙队输了，他将会离开我们本期的节目，取而代之的是我们的霸王龙队。来吧，让我们快乐开摇。哇哇哇哇哇！刚刚的2秒钟，我的天！哇，整个桥掀起了哇，整个掀起了庞大的水花。
整个掀起了庞大的水花。哦天哪！下的水卷到了桥上，所以不小心脚滑了。哦，非常非常的猛烈，黑白双龙的对决。会离开我们本期的节目，取而代之的是我们的霸王龙队，所以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没有恐龙战队，只有霸王龙队。好，接下来我们请出下面一支挥舞着双截棍的队伍。我是50号谢德胜，我是世界双截棍冠军。就是想上那个，就是想挑战他。恐龙队，恐龙队，只要你敢逼我们下桥，我们就扔双截棍。我们的口号是：功夫得意来上桥，所以你们等着瞧。霸王龙队，叫你一声，敢答应吗？你出来接受我们的挑战吧。霸王龙队队长，哎呀，很快就又见面了，恭喜恭喜啊！知道我们这位大有来头，他可是功夫队，刚才一上场，哈哈哈哈，双截棍可溜了，好厉害的，怕不怕？怕的，没有再怕的，对不对？对，那也没用，他要拿你来表演一下自己的双截棍。就是，接受我的挑战了吗？好，危险动作切勿模仿。现在摇摆起来，啊，有有有有，
你说这是怎么来的？你们这个双节棍的意义是，我看上墙也没有甩起来。因为在桥上的话，真的没办法耍起来，因为桥上比的是脚，我们比的是手工。那咱们就来说点二位擅长的双节棍，好不好？可以的，虽然说落水了，但是中国功夫还是得传承的。好，上天式，准备，好，夹棍式，啊哒！让我们请出下面一支队伍登场。